当发生火灾时，旅客对于饭店环境的不熟悉，使得逃生更加困难，是因为我们平时都忽略了这些逃生设备的位置。我们的概念是将以往的逃生影片具体化，让逃生资讯能够更以生动的方式传达给旅客。在旅客走到房间的途中，既有房卡感应投射出逃生路线及消防设备，而我们的产品是与烟雾警报器结合，并且遍布于饭店的走廊上。情境模拟，而我们投影包含了地面投影、消防设备位置投影、逃生出口标示投影，以及在转角处的墙面投影。在旅客进到房门前，已经对于逃生路线有了初步的认知，而不断的接收这些逃生指引，旅客会对于逃生路线非常的熟悉。现在，如果再发生相同的情况，因为有了 Escape Pass， 旅客能藉由之前的记忆，更快速的找到离自己最近的逃生出口。Escape Pass，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记忆，守护生命。